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在台指期货结算背景之下，我昨天跟大家预告说，开盘爸爸跟量价同步。今天其实有机会喷一根白点中长红的一个机会哈。那实体的部分只有拉开70多点的中长红，可是气势上面的一个状况已经到了哈。好，加权指数中场收盘来到9283点，啊，上涨61点做收哈。那因为整个形态呢，从9327点下探到这个转折的一个低点区呢，好，反弹0.618的位置点是一个很密集的压力带，但是今天这根红 K 都站上了哈。那以往我们认为，假设它仅仅只是一个反弹的波段，那通常不会从最高到最低的0.618位阶，哦，都不会去越过的哦。那现在唯一的一个变数是说，明天在这个周四交易的期间，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第3场总统辩论的一个演讲的结果哈，那可能没有太大的意外。你如果提前从美国的选举人票去做一个观察哈，那大盘有一个机会在9327点以下，好一个 W 底的一个形态，如果能够站上，因为低档区的空单，如同我跟他预告，我在礼拜一这一根红 K 的低点，告诉大家3天必见白点中长红哦。好，其实昨天加今天早就已经超过了这样的一个幅度哈。好，那看起来是回升波段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站稳了这个 W 底的一个形态，好有一个起高点站上哦。这盘是格局，我只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投资朋友你现在的动作要加快，因为好好的咬住一些股票，这一波你会赚非常多钱。趁着今天的一个位置点补空翻多，你照样有机会一口气把它赚回来。好，想要买车、想要买房、想要存教育基金、想要存退休基金的，你好好把握这一波行情。因为我不晓得过去大家投资的经验，好，那你有没有自己的获利方程式？有没有像我们的会员朋友这个波段，利空就是勇敢买多，起波的部分已经实现3000点。我在上个礼拜五公开，跟所有投资朋友，好安慰关怀大家。我说你高档期没有带到，没有空到，没有卖到一个投资朋友，好，那个200点的空单一点都不足为奇的，那个也是小菜而已啦，赚这200点没有意思啊。后面的3000点、4000点，你跟我赚起来。好，所以跟大家预告，我给大家一个很低的门槛方式，因为我觉得礼拜一那个低点是一个非常好你去切入主升段的机会。好，如果你只要用1个月168，好，来短短从低点到高点9090的多单到今天，假设台指期货10月你是从头报到尾让它放结算，2天的时间这已经是380点。好，你只要买进2口就是76000元了哈。这不是半年的服务费用全部都回来了，好，这不是半年的服务费用又全部都回来了，而且这一波盘势格局，我们的企图心绝对不只只是这样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这2天的当冲做多的机会，投资朋友早就已经不止400点了啦，已经毕竟是8万元、10万元的一个机会。好，那所以我想过去这几天我们怎么样全部事先预告、分析、规划。看到、买到、预告到、赚到、获利到，好，你只要好好把这个获利方程式去进行一个复制的动作。投资朋友，11月还是有很大的行情，只要你有方法，你会做这一波，你会赚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一波你会赚非常非常多的钱，只要你会做。感觉10月起的交易期间就没有什么价差，因为真正转仓点在这里。上去如果你肯卖、肯空下来、肯反手多，这样也有价差。好，可是这个难度真的比较高，你做不来没有关系。但是下次如果有这个买多、获利了结、反手空、补空翻多，上去600点卖掉、反手空、打低下来、补空翻多，再做多向上。大盘到现在为止，额外只比9月份的收盘价涨不到100点。我说没有，这里我没有累积多少价差，不是没有行情，你有没有获利方程式？你看不看得懂这个盘？
好，所以你看，这是昨天刘老师就跟大家预告，我全部都事先跟大家讲了哈。好，已经多方同步了哈，随时喷了哈。整体的轧空结构这么完整，好，所以11月的目标，我还是希望赚非常多的钱，请所有投资朋友把握一个机会，补空翻多哈，弃暗投明的啊。今天零点六一八站上，你不要等到那个过了那个高点之后，空单全线的进行强补轧空停损。那一天你又重伤了，好不好？好，你想不想弃暗投明的一个机会？那我告诉大家是说，来这边呢，由于整个11月份的一个规划，好啊，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买这个11月份的一个期货了，好，10月期还是继续续报，那到今天为止，假设你放到结算，这样是多少？380点。好，可是我们已经转仓了哦。而且我们选择权在昨天还请我会员朋友再去进行一个布局买进的动作。那这是昨天的11月期就直接进行一个转仓了，第三代八法的轧空盘。好，隔天有没有再喷一根中长红？对不对？好，所以投资朋友，关于整个后续的一个盘势格局，刘老师下半段回来我们再来讲，好，盘势格局后续一个盘势怎么样进行一个操作的动作，但是呢？你只要有对的方法，我说对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把盘势格局内涵、基本面、结构把它看清楚。结构是什么？来，这个是2330的台积电。好，昨天我怎么分析？来，6510的金策，昨天涨停板表态了。你回过头来可以确定台积电落底了。那你如果看到今天台积电喷，你可不可以掌握到直接翻倍的机会？今天选择权我们又多赚一倍了哦。昨天所有市场媒体消息把三星宣布10纳米制程进入量产，把它当成利空。我告诉大家什么？好，反而你要注意高阶制程概念股的表现，因为台积电法说会资讯，第四季台积电10纳米也即将量产。好，晶圆代工接下来要正式宣告进入10纳米的时代。好，晶策是台积电10纳米、7纳米先进制程的主要合作伙伴。吼，那估计到2019年这4年时间，10纳米制程复合年增率高达403%。吼，那未来微间距高角速的测试板只有晶策能够供应。好，只要未来先进制程在未来5年里面持续往5纳米、3纳米、1纳米方向演进，毛利率跟盈利率、营收都会爆发性的成长。所以这张股票是继康维科之后最有机会成为下一档股王股后的一个候选人。哦，昨天的重点在于金策愿意进行一个表态的动作，也确认台积电即将落底。好，来，这是台积电今天的中长红向上变盘转折表态。好，这张股票我们是从100多块钱一路跟你预告，你如果肯一个波段追踪，纯退休金1000万元，你也是赚900万元的。这个是刘老师在10月13号的时候就事先跟大家预告，大盘的低点无多，剩下的100点是让你买的。好，为什么？因为空单锁螺丝，苹果会轧空喷出一波到底。然后7停售，保守估计掉了2000万只的一个销售。好，抓1/4，这个1500万只有机会成为 iPhone 7上调订单最主要的，好，这个优于预期的一个来源。所以好，还要更好的机会已经要大增。好，苹果等幅对称测幅是有再创历史新高的机会。所以这盘是格局，今天会喷，你会不会意外？我在9月13号、9月14号就已经跟他预告主升段向上喷出了。好，所以外资的话，真的已经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听了。好，今天的金策呢，重叠的这个高点，这个转折下探的低点。昨天跟大家分析，这里应该是个1234。好，那今天确认把这个转折低做一个回补的动作。好，已经确认不可能是空头了哈，而是335破底穿头，轧空喷出一波到底。好，基本面领盘，大力光、鸿海、台积电都继续向上走高。投资朋友，我不晓得这些分析师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证据，制造一些秃鹰谣言耳语。好，就像外资，好，
那你千万不要跟秃鹰站在同一边，因为他们所放出来的假消息，你事后到今天来看，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造谣，全部都无端生事。你要选择跟这些秃鹰站在一起吗？结论就是，你不止少赚了380点，你早就已经少赚了3000点以上。所以投资朋友，你动作要快哦，因为这些股票走强，代表大盘的主升段趋势持续向上。所以你如果担心的，我们买那个历史绝对低基期整理很久的，然后第四季会率先进入旺季的股票，它就会向上喷。好，比如说第四季淡季不淡，这些股票最有机会主升段，一马当先，而且最好是买长线低基期的股票。来，这是台剧，本身是旺季概念股，叫太阳能。好，今天是再创不断新高哈，那下一档会是谁？好，我们台剧已经获利了结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股票，这档股票叫做3546的宇峻，今天的这根涨停板把低档区的三尊头肩顶已经做缺了，其实今天已经非常明显是一个主升段攻击的买讯。好，我在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告诉大家，接下来你要注意 Google 概念股强势表态的机会。我都事先跟大家预告，我连 VHQ 当初是盖牌，可是我都已经写在字卡上面了。来，今天的 VHQ 盘中差一点点攻到涨停，收盘已经来到197.5了。好，你如果可以在这个位置点185块钱进场买进，10张3天，10张3天，你们额外赚了12万。你们额外10张赚12万，你可以跟着我107块钱买。买这种一路旺，今年冲锋一整年，这一个阶段回撤底型，我们是219当天把第二、第三笔加码都当获利了结，我都之前讲了，杀下来，上个礼拜10月14号公开告诉你185买进，3天的时间，它又差点攻涨停。好，是不是我说的，第四季是旺季，而且有机会旺到农历年，这样股票。基本面一路旺底型完成的股票，这种股票你买进去最有机会一路冲锋到年底，你错过了100万已经赚100万，100万已经赚100万，你错过了100万已经赚100万机会，下一档 VHQ 第二你要不要跟上来？好，来，这是大力光哈，如同我们分析，连续2天已经守稳这个整理平台了嘛，对不对？法说会之后的利空测试，3天已经不破底了。好，3天之前的低点已经守2天了，再1天3天不破底，刚好日 K D 低档黄金交叉。好，这是我跟大家预告，苹果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鸿海我们是一直都还是在加码，今天创波段新高。好像这一次我在我会员朋友、投资朋友，你也有可能在我们演讲会会场遇过。好，告诉我说啊，这一波他不是取我想成股票赚了100多万，我就说开始去订房子啦。他说买房子，好，就觉得退休生活比较有一些依靠，比较靠稳啦，好，不会担烦恼后事，好，未来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但是买一间房子，好，那退休生活看起来比较稳当，心里面比较安心安稳一点点。买鸿海来囤，买鸿海你的退休生活会比较稳固一点啦、啊。这是我们不断一路一路加码的鸿准。好，如果从我开始介绍这60多块钱到今天为止95.5块，已经涨60%了啦。你现在想不想利用一个主升段压一档类似像鸿准这样的股票，咬住一个波段100万赚60万？所以我想要跟所有投资朋友报告哈，为什么这一波盘势格局可以走高空喷出一波到顶呢？好，其实很简单，这一波唯一从头这已经对了一整年的啦，我们的分析你不听，你非要去跟那个做空的，好，其实最简单的，刘老师这一波从头跟你预告，从头对到尾。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好，叫做反市场心理操作，好，波浪理论是市场里面
最高阶的技术工具，因为所有的分析、所有指标全部都是落后的。我有波浪理论是唯一可以全部事先预告的，但是100套的波形，为什么只有一套我的波形准？因为我们做台积电一路赚，台积电、大力光一路赚钱，基本面这两档个股往上带，那为什么不期货？有压回就做多。看不懂基本面，看不懂台积电，看不懂大力光，做什么期货？好，其实如果基本面是相对是比较困难，可是你只要掌握一件事情，真正波浪理论的精髓是什么？散户做空，你就不要跟散户，就跟散户对做就好了。T50反一，融资创51万张的新高。好，投资票你还空手了，这是你赚钱的机会了，好吧？好，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请投资朋友参考哦。你会觉得，哎，刘老师这里的操作好像非常非常顺手哦，非常非常顺手哦。其实完全不是，我说，因为我们真正的基本面看得很清楚，再加上我们有很好的分析工具，不论看盘八法，不论波浪理论，好，感觉像双喜临门后。尤其是光辉十月跟刘老师生日马上要来了吼，本波期波已经实现，已经狂赚了3000点了吼，都是少记的哦。每一波这个200点做空，200点做空，200点做空，我都没有记哦，我只记做多。好，选择两天又是2倍吼。好，那我们今天有个活动是双喜临门的一个活动，刚好因为刘老师也要生日的吼，期波一年加选择权一年。好，期波一年加选择权一年，好，我们有一个光辉国庆的回馈动作，好，只限5个名额，你有兴趣的跟上来，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好吧？休息2分钟之后再回来。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783777，6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着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好，来我们现场。好，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就告诉大家，好，最后低点你要把握着，最后补空翻多，只要。下个礼拜我看连续性的中长红喷出了哈，来连拉3根中长红 K 了哈。你自己去想想看，这3天有谁跟你预告连续性的中长红高空喷出？好，这是10月14号，我说
啊，市场又看不懂台积电嘛，鬼扯胡说八道嘛，他在空啊。台积电，我两个月之前就跟你说第四季的目标价是在哪里。好，这是历史上面筹码最干净，冲锋万点，这一次你会赚很多钱哈，因为比三九跟三九五一样的水准，而且有这么大的未能，绝对有行情，就看你会不会做。啊，你如果看清楚台积电大力工是没有任何疑虑的，压低下来，你不赚这三根中长红喷。哦，还是公开送你礼物啦。哦，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说，散户会等到11月8号、12月14号才买。好，那根据好刚哦一点管，好讲破了就一点都没价值。好，现在散户不止空手，还全面压空 T50反一的融资创波段新高了。好，那我们赶快来赚钱。好。好，融资创新高，指令买买买，有任何低点吼。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议长莱恩已经在公开决裂，表态不会川普助选哦，剩下20天，居然还挣钱倒戈吼。美国大选其实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吼，散户会等到11月8号变数排除才有再买。好，但是如果你可以把选举人票估出来，摇摆州的选举人票、民调、市场预测。博彩网站的一个预测，好，所以我当初告诉大家，这个礼拜五的盘后稿，我认为大盘喷出长虹有三个时间点。好，第一，礼拜一震荡洗盘直接上；第二，等到礼拜四辩论会完；第三，苹果财报日之后；第四，开始升息之后。那你要等到法人开始去上调平等之前，还是现在先买？你赚钱的秘诀是什么？旁边贵宾室的人在放空，你赶快做多啦！散户都在空，都在买 T50反应，你赶快做多啦！我不能够讲得再明白的哈，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盘要连续性中长红，高空喷出了哦，三日必见白点中长红。好，9090，如果在9280结算，但是76000的，对不对？你又咬住空单啦、啊。好，跟你预告补空翻多不能空，而且还加码做多，对不对？第三代八法右空盘，三点低转片线右空一低成绩板，当然要做多。如果搭配逆加差，搭配量缩，三日。必见白点中长红，先把这380点赚起来。你们收到刘老师送给大家的礼物，好，不是刘老师手气顺，是因为有行情有方法。白真选择权9100点满50点，好，最多50020口，当天直接赚一倍，对不对？获利了结。那我告诉大家，直接在用赚的点数再去买9200点的扣，今天9200点的扣又赚一倍，挂80.4加获利了结。利用赚到4000点，我们再买10月9300点的扣，一次买200口。好，当然你昨天没有做到的就不做这一笔，因为今天结算有时候，今天真的有点可惜。要是大盘一不小心冲到9350。5点买可以卖在50点，你手上如果有20口的call，是无风险拼倍数获利，你可能一口气50000，一天变成50万，当然这笔是没有赚钱，最后只拿到50000加50000。好，但是我公开示范操作，就是说机会随时有，但是一次看对行情了，你就顺势往外推，顺势往外推，反正你本金都拿回来了，50000、50000都拿回来了。但是一不小心空方弃手，直接喷上去，有可能你只花2天之前168加入我们会员朋友，你一天赚50万。好，当然事后结论是这一笔，好，我们是先把50000块先获利了结，当今天盘中先卖，然后再用这个赚到，这个比较复杂，明天再来讲。好，
但是我认为机会就是随时倒数计时启动，你也可以有随时有50000再赚50000的机会。好啊，因为光辉10月加刘老师的生日后，那只有5个名额，期货波段讯这3000点，这两天的2倍，好，只有5个名额，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祝大家都不顺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783777，6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姐，谢谢你，从我2年前失能后，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没什么啦，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等实施之后，妈跟我就轻松多了。什么是长照保险？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全民共同分担保费，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支持长照保险，减轻照顾负担。北都 PayPayNet 超值优惠双享号，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149台全数位频道，68台 HD 高画质频道，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第2到4个月搭配30枚，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第5个月。